介绍啊，我是啊陈黄叶啊，来自啊慈济科技大学行销与流通管理系。那我将担任今天早上还有啊下午这个啊专题研讨的一个啊司仪。First of all, I'd like to introduce myself. My name is Huang Ye Chen from Tsuj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 will be the MC for this morning and afternoon panel discussions. Okay, we will begin our third panel discussion for the for this morning. The main thing is on the Tsuji globalizations on the Dharma path of Tsuji. Let's welcome the moderator, Professor Feng Yan from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让我们欢迎我们这场的主持人冯燕教授是在台湾大学社工系，好，谢谢。我们的主持人好，兼等会发表人陈黄叶教授，在座的各位贵宾，各位发表人，来参加今天这个论坛的各位伙伴，大家早安，大家好。非常荣幸啊，主办单位邀请我来主持好这一个论坛的专题研讨。那我就在想哈，因为我自己并非是佛教徒，然后我的专长在社会工作的领域里面是在儿童啊、家庭啊、好非营利组织发展啊。那晚近哈，因为在行政院服务过，所以对于青年创业、社会企业长期照顾哈，是有一些学习。那怎么会请我哈来参加这一个慈济宗门之全球化发展的论坛的专题研讨的主持人？我怎么会有这样子一个荣幸呢？刚刚我就理解到了，因为最近哈我被邀请哈来参加慈济基金会担任董事，原来主办单位是叫我来学习的。希望谢谢，希望这个社工人呢、能够也了解好我们慈济宗门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希望我们这一个董事，一个外部董事，也能够看见，就一个宗教行基金会来说，在整个全球化好做世界慈善这样子的一个路途中，好我们看一眼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来这边好跟在座的各位好不同的宗教宗门法脉的先进们好学习怎么样把宗教好真正达到它的 ultimate goal 好，它终究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都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身心灵都能得到安顿。而这不正是也是我这个专业社会工作这个专业的目标吗？所以非常感谢哈，今天有机会哈，能够来这边跟各位大家一起学习。那我们主办单位非常用心哈，在这一个专题研讨的两个钟头里面，帮我们请到六位非常非常杰出的一时之选，要谈到慈济宗门之全球化发展。我想下面我们会一一邀请好来发表他们意见，也希望能够引发到大家的问题好，或者一起共同讨论的发表人。好，那第一位呢，我们要介绍的是，其实不用我介绍，我想在台湾每一个人大概都非常清楚的是宏基集团的创办人好施正荣先生。施正荣先生目前哈在台湾哈，每个人都知道宏基的施正荣先生哈。可是要跟大家报告，在年轻人的团体里面，年轻人的尤其是青年创业家的圈子里面，他有一个外号，他叫做 Stan 哥。好，我们热烈的欢迎 Stan 哥。
今天我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谈谈整个我对全球化发展的一些基本看法。有没有投影片 ？OK， 再后，因为我的题目是。从王道理念呢谈整个慈济宗门的全球化，因为从弘济的创业，如果不以全球化做思考的话，我的观念是说我们对人类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台湾太小了，所以一定要思维都一定要全球化。四十年创业的时候是以王道的思维理念做开始，所以王道是当一个领导人他的领导之道，就是为社会为人类要创造价值，它主要的目的。下一页，王道，下一页有没有遥控啊？我没有关系啊。OK 可以可以，这点可以了啊，这里我看到了，王道，我也希望能够普世化、普世价值。那我提出来给他的定义，跟当然跟孟子所谈的2500年前的观念不尽相同。他是为了永续经营、持续发展，你一定要不断的能够创造价值，能够达到所有利害相关者的平衡、利益的平衡。这个是我对王道的基本的一个信念。那谈到价值里面，我特别提出了直接、间接、有形、无形、现在、未来的六面向总价值论。六面向的平衡发展才能够达到总价值，因为你不能送一，现在目前的会计都是一个期间或者一点来看整个它一个组织的绩效，这样是完全不够了。但是人性呢本身呢，对于显性价值是比较有感觉得到，对于就是直接有形现在，但是对于隐性的价值间接无形未来都比较无感。再加上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管理系统都对于显性价值已经发展出来一套很有效益的方法来推动人类的文明发展，但是对于间接无形未来的隐性价值呢，实质上如果不是靠领导人不断的重视这个问题、投入这个问题，对人类永续发展呢，实际上是有它的一个极限。所以基本上呢，这六面向的平衡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不能领导人不是一般人，所以领导人一定要重视隐性价值的投入。那利益平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因为创造价值是利益平衡，包含做慈善、施跟受两个双方没有完成交换的话，就没有为社会创造价值。所以你一定是价值是共创出来的，何况供应方呢可能还有产业链很多人一起合作，所以共创价值一定要有提供一个很有重要的一个利益平衡的一个诱因呢，才能够保持不断的产生它的力量以及持续的做合作。那动实际上平衡呢，它并不是绝对的，没有绝对的平衡，平衡它是相对的，做比较出来的是动态的，因为时间的不同要不断的调整，所以领导人就不断的要对于利害相关者的利益平衡要做努力。这里有一个 Stan 哥哈，就是我个人的座右铭，就是挑战困难、突破瓶颈、创造价值。因为活的就是要创造价值，如果没有创造价值，就不必活了。那创造价值呢？你要找能够创造价值的地方，我就比较简单，找社会上有瓶颈的地方。原来做不好的地方，你要想方法来寻求突破，那一定有困难，因为如果没有困难也轮不到你去突破瓶颈，
预定你，所以不得不你不断的要挑战困难，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要挑战困难，很多人都做过了，没有办法有所突破，所以思考一定要反向，不一样的思考。Me too is not my style， 一定要。但是面对未来，永远是乐观的，都是正向乐观来不断的挑战困难，突破瓶颈，创造价值。四十年来就是在行王道的这个点点滴滴，我是一个三岁多，我爸爸就过世了，我妈妈守寡还有吃素，一辈子吃素。他告诉我很简单，我小小的小学就听到这一句话，要做一个有用的人。那有用，小时候就是好好读书，乖孩子就是有用，不交坏朋友。那越来越懂事了以后，当然做一点事情能够有所贡献，才是对社会有用。所以我退休以后，我立志还要作为更有用的人。今天我来到这里，也是希望让自己能够更有用。那这个更有用，就是要多见识、多学习。跟冯主席、主持人提的，我们是来这边学习的。我们现在就我在为了要推广这个新传，因为我成立了王道新传班，为了这个名字呢，所以对王道要先给他一个定义呢，所以大概六年前提出了创造价值、利益平衡、永续发展、永续经营。但是呢，实际上我知道这个是非主流的东西，但是如果但是一个普世的价值，普世，我希望未来全球能够大家也认同我们的原来孟子早年提出来为王之道呢，这个普世价值能够推广。那我在宏基，因为高科技超过今年是四十周年，超过四十年的电脑公司没有几家，一个首长就数得出来了，没有几家。那能够经过三次的再造呢，能够可以说继续能够永续发展下去，实际上它基本的信念就是王道，有价值。原来做的没有价值，你要找到更有价值的空间以及方法，建构一个利害相关者利益平衡的模式呢，都是很重要的。王道的关键思维，就六面向价值的总账论，看总账，盈闲要并重，六面要平衡。利害相关者，它的平衡并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是动态的。价值是共创出来的，所有的利害相关者利益平衡才能够持续不断发展的保证，不平衡一定不保证了，就是一定会改变的。那西方的基本尤其资本主义的思维呢，是赢者通吃，这个不符合东方以共荣共存的这样一个基本文化了。那可以说王道的思维很简单，利他是最好的利己，你只有从利他为别人创造价值，对自己才会变成有更有价值。1976年我创立的时候呢，是以人性本善作为组织文化的一个核心价值。那最主要就是希望提供一个舞台，让年轻朋友人才呢能够激发他的潜能，能够共创价值。实质上我个人认为，投资在人的创造价值的空间是最大的。一个人后面加一个人很简单，再加一个人很有可能，再加一个人还是有办法。所以如果钱要这样一直后面加人，不是那么容易土地也不是，虽然涨得很厉害，也并不是那样涨啊。但是人呢，实质上是最好的投资的一个标的物。那1986年，我刚才报告了，在台湾发展一个就希望能够龙腾国际，龙梦成真。龙梦成真的意思就是华人对世界的贡献呢，一定要更多。高科技的舞台里面，希望能够扬眉吐气。这是1986年创业十年之后，等于30年前的一个说法。1989年，我在在总统府提出科技岛这样台湾的演讲的同时，那一篇演讲里面也谈到世界公民，台湾要国际化，
要把自己定位是当地的企业公民，也就每到一个国家里面为当地做出具体的贡献的这样一个基本思维，是1989年提出来。所以1992年第一次再造的时候，我提出要作为一个从台湾出发的全球品牌，因为本地的市场实在是太小了，所以我走的方法跟美国大陆大国家的作业不思维不一样。我提出一个结合地缘，也就是跟当地的合伙人一起共同为这个品牌能够创造它的价值，为当地的利害相关者尊重当地的文化，来建构一个可以共创价值一个舞台一个机制。1996年我就又特别提出在科技岛的前面再加一个人文科技岛，因为面对未来我们不但是要高科技，更重要的是高感性。2006年呢，因为我对于 PC 的在全球的品牌普及化，时代杂志把我定为亚洲英雄之一，60周年的亚洲英雄。王道就是我在，这是第三次我回到宏基，已经退2004年我已经退休了。退休之后呢，我等于做公益了，也不管这些公司的事情，但是因为他又产生问题，主要原因就是西方的价值观为主导，来，因为现代大家受西方的影响，那尤其 CEO 是一个意大利人，他用西方的方法文化呢，来希望能够变成世界第一的一个品牌，个人电脑的公司，结果外界产生变化了。他还是用原来的方法，所以产生很重大的亏损，我就不得不再回去来启动再造。但是我只当了7个月的董事长，把传承的事情全部把它部署好，未来方向部署好以后，那主要也是用王道的思维呢，希望能够打造个以全球性以及各区域性的王道，以当地的利害相关者共构一个共创价值的一个机制。最近我提出了一个利用台湾作为创新的基地，因为台湾是世界生产silicon系晶片最多的国家了，那如何利用这个基础，人类的文明一定是跟创新有关，那在这个创新里面，如何台湾变成东方系文明的发祥地，是我现在希望推动的目标。那英文的创新系岛 Innovation Island， Silicon Innovation Island， 英文的系文名叫 Civilization， C 改成 S 就可以了， Silicon Civilization， Civilization。 那我想重点就是生态，这个生态就是能够共创价值利益平衡的生态。那最后我就提出慈济宗门跟王道，实际上以华人的角度来看，儒释道反正是有一点一体的。为什么？最近我看一本书，Google 好像 Google 里面谈到，佛教是最有科学观的一个宗教，有这样一个论点。那大爱本身是所谓大爱，就是在博爱，带所有利害相关者的利益平衡这样一个观念。我们要共创将。价值的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不分各不同的文化。那创造价值要当地化，你有价值的东西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时间，随着时间的不同要与时俱进，这个很重要。然后言行要并重，不断的论述，不分人性，不会因人性的重显性而忽略隐性的重要。我想这个是我最后跟大家分享的，谢谢，谢谢各位。好，非常谢谢 Stan 哥哈。所以我们第一篇的论文哈，第一篇的发表哈，是从一个领导人的高度哈，来跟大家谈王道哈，跟这个慈济宗门哈，在这个普世价值中哈，怎么样这个 outstanding 哈，怎么样突出。那第二篇呢哈，我们要介绍的是来自。